Nicholas started out in 2003, but has kept pretty low profile with few scandals or none at all. How does he keep himself untainted in the complicated mandopop pop industry? 可能我的人就是比较慢热，比较被动，所以我不会这么容易的跟新的朋友混熟，所以就可能比较少了这一类型的 news 出来，而且我也比较闷，我很少出去喝酒啊或者什么，偶尔很少，真的很少，也我也不是说故意要塑造自己是乖小孩或什么，就是没有这种习惯。对。However, we did our research and managed to dig out the very few rumored girlfriends he's supposed to have dated. He was rumored to be seeing Cyndi Wang when they were filming Smiling Pasta, and Cyndi has even complimented on his kissing skills. 栋梁也有跟这个王心凌拍过偶像剧，那么对王心凌有什么感觉吗？他曾经在一则报道说你文功一流。哦，谢谢。这是真的，哎，你读对了，这是 Nicholas Teo， 是读对了是吗？没有啦，开玩笑的。心灵他非常，就是我觉得心灵跟彩姐其实蛮像，当然心灵比较久了啦。我觉得他们两个给我的感觉都是很不可思议，就是你看他们这么瘦小的一个女生，但是他们是可以这么的耐操，那这么的有毅力，然后这么的认真。这真的是我讲实话，因为跟他们，我觉得跟剧组相处是最容易知道一个人的个性，所以我觉得大家相处这么长时间，你一定很难去掩饰你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女生都非常认真。心灵是你喜欢的类型吗？当然可以是啊，对，非常漂亮嘛，然后非常可爱，只是她跟他们两个，可是他们两个都会比较怎么讲，比较强势吧，我觉得也不是啦，就是可以温柔一点点。他们不是粗鲁，就是你知道，可能因为我觉得艺人都会是这样，因为他们要就是要 control 很多的事情，要 handle 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们必须得这样子是好的。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女朋友的话，我会希望她在弱，就是不要这么强势。那这次有一个 MV 啊，是你跟郭采洁一起合作的，那么听说你们在里面玩失声哦，不是失声哦，是失声，就是失的失，你要 wet yes。 那对他，当你在雨中的那种感觉，会不会对他产生一些感觉或者什么反应啊？因为这次我跟 Amber 有合唱一首歌叫《就是爱》，然后跟他已经是那非常好的朋友，已经非常非常熟了。我们合作过一部戏，然后又合唱，然后又是同公司，所以很难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大家就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他年纪很小，他小我很多，所以我当他就真的像妹妹一样。那么梁静茹呢？梁静茹，我记得你刚出道的时候，有很多人也把你跟他放在一起。当然，现在他要结婚了，你有什么感觉吗？难过啊。真的吗？没有啊，我跟他是真的很好很好的朋友了。那他要，甚至他在跟媒体讲说他要结婚之前，他也有跟我们讲，就是说真的很替他开心，因为尤其是大家都是艺人，然后会知道说这件事情要发生是多么多么的难，所以真的很替他开心跟祝福他这样。